为什么我的男朋友和闺蜜总是水火不容？哎，坐坐，不要客气。就你会说话。就是你想把他给我拐走的是吧？长得也不怎么样，这谈恋爱谈的天天要死要活的，你也配？看你不顺眼很久了，还给我甩脸子，真晦气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又不是不认识，这么尴尬干什么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就是他吗？每次我们一吵架就一个劲儿的劝分手，没事就约着出去逛街、旅游、下午茶，搞得我们都没时间约会了，看着就烦。吃毛肚吧，烫好了。你在白锅里涮一涮吧，这么吃到时候又要闹肚子。好。我就说这男的不行，一点都不细心，都说了生理期，还专门夹辣锅里的菜。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，一点数都没有啊。烦，怎么就看上他了？宝贝就是爱吃辣，他怎么这么事儿啊？到底是朋友还是老妈子？控制欲怎么这么强？怎么吃都要管，真受不了。哼，松手吧，这里没你事儿了，我们还要逛街呢。我陪我女朋友逛街怎么了？还是你早点自己找个对象吧，别老夹在我们中间发光发热的。唉，罗然今天也叫上劲了呢。